Hello，我依然是肖战。然后，今天是迟到的视频周记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在训练室。说一说上一周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吧。前天去看了花花的演唱会，然后两个字，震撼。对，还有就是好羡慕啊。羡慕这么大的演唱会，然后粉丝那么的给力，然后还是花花自己唱得很好，然后掌控得很好，然后还有什么趣事发生呢？想一想哈，还有一堆电影没有看啊，然后还有就是今天九个人就要集齐了，对，今天九个人就全部回来了，有没有很期待呢？估计我们要开始抢厕所了，好吧？等九个人全部回来之后，集齐之后，然后应该后面的活动跟事情就很紧张的时间，然后就准备一批吧，练舞，然后录歌什么之类的。希望后面一切顺利吧，好吧？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